不用烤箱，也不用打发的茶香芝士蛋糕，奶香十足又清新不腻，太适合厨房小白了。饼干底用平底的杯子压实待用，奶酪加糖搅拌到顺滑细腻。最近超爱喝的红柚四季春加入泡软的吉利丁片，小火加热搅匀，再把材料全部丢进去混合好，搅和搅和。最后倒进模具，让它在冰箱里冷静一会儿，表面摆一层焦糖饼干就可以开动啦。下午茶再来一瓶榛果粒和 Cacao Friends 联名的红柚四季春，四季春的淡淡茶香和 Q 弹果粒搭配，这口感也太妙了，祝大家也吃得开心。